一家三口最爱吃的零食，爸爸的太意外了，这是妈妈最爱的，你知道它的名字吗？妈妈每次喝它的时候，心情就像你手机里第一个、第三个表情包，你的和我的一样吗？妈。看看大家最喜欢吃的零食都一样不吧？到我了。好像很多小朋友都和我一样都喜欢吃这个零食吧，铁粉宝宝应该一秒就能猜到我画的是什么吧，一起说一说你几秒猜出来的吧，这个零食是不是也是你最爱吃的呢？快到爸爸了，爸爸的最独特，真是独一无二的零食，家里人谁都不会跟他抢，这个也是你爸爸最喜欢的吗？哦吼哦吼哦吼